这是橡皮、钥匙、笔，您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来，说给我听是哪三样？橡皮、钥匙、笔，非常好。我一会儿啊，再问您一遍啊。嗯，对了，阿婆，100减7等于多少？100减7。 阿婆，不着急，慢慢算。我明明会算的呀，100减7。那这样，阿婆，刚刚我问您的那个三个东西，您还记得吗？你没告诉我3个东西啊。 不用扶，好像我不认识家还是认识。那会搬家吗？妈，先坐。妈，家里这会儿没什么吃的了，我们一会儿都在这儿吃啊。你先坐这儿，我去买点东西啊。好，一会儿就回来，正好。好。 身子骨一直这么硬朗，他怎么就老老年痴呆了呢？你住院这段时间，大家一直忙活着，妈一直一个人住。哎呀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我怎么就没早点发现？我也没想到病情发展那么快。是不是因为我这生病，让妈受打击了？她嘴上不说。 心里肯定特着急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儿就来建华，妈一辈子重男轻女，就盼着早点抱孙子。她倒好，直接跟妈说不要孩子，这妈心里能好受？我跟你说，我非打电话好好骂骂她不可。哎，你先别跟她说了，她最近啊评职称考试，你等过了这阵子再告诉她吧。咱们俩先商量一下。 妈现在这个状况，说怎么办呀？妈现在这样，怕是以后身边离不开人了。你姐夫还有1个月退休，不行我让他提前退休，我也不用天天去烧烤店看着，回头把妈接到我那儿住去。哎，姐，算了，姐夫还有1个月就退休了，你折腾他干嘛呀？ 还是我来照顾妈吧，你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。踏踏实实的跟没中去日本，这事儿甭管了。没事儿，还是我来陪他吧。有没中在，正好也能帮得上忙。日本啊，什么时候去都行。哎呀，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 妈，你就听我踏踏实实歇着呗。歇什么歇呀？我又不累，你去歇着去，你们俩都歇着去啊。